全新登场第41主要卡盒准备抽爆，各位好，我是婉雄哥。那第41主要卡盒出来了，里面还蛮多不错的卡，主要的主打的怪兽是我们的这个化石系列跟我们的 Hero， 当作我们的日出侠。哇，日出笑死。对，那我们先来抽一包跟超融合有关的，超融合这是一定要抽的，这个这么实用的卡。对，那抽完之后还会送15张的卡包，那我们就直接开抽。好，那我这一次顶多抽个，再看好了，再看状况好了。有每次只要是搭配这种有绑限定卡包的，通常都好像 USR 都很少。欸、有了有了有了 ，three， 来来来来，哦，风化战士，风化战士，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它在化石牌组里面很重要，我有点想要重置。好。做得好，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来来来，再来，没有关系。其实也蛮想玩三幻魔看看的。干，傻小啦。好，只有15包里面只有一包。但是是那个风化战士，那风化战士还蛮重要的，我想要重置一下。好，再来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封地哦，升级召唤回到牌组最上方。算是泛用的嘛？暗黑召唤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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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动力履带车，好哦，又是风化战士，笑死！那我觉得可以再重置一次，哎，就是一种。一周可以收集三张的概念，虽然化石融合感觉不一定在这里面算是会强，目前还看不太出来了。好，先这样吧。哎、欸，异太侠来了来了来了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天空侠，我没有空气侠，所以我个人觉得。Hero 这个牌有点不太适我，因为 Hero 里面空气侠真的太重要了，怎么可以没有空气侠？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哇，干，又是封地，笑死！好，再来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哎哎，这个恶魔不错不错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！哎、欸，骷髅王。奇迹的钻孔也很重要，但是抽不抽到时候再说吧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暗黑招来神。这次好像没有之前那么。前一次抽的那么非洲了，还不错。好，那我可能抽到大概再抽，最多抽到剩下3500，去抽个爽的，顺便看能不能抽到开辟。干，才刚讲完，现在又要来，又来又什么都没有了。但很扯哎、欸，真的很扯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日出侠！
让我陪你看日出。继续。来来来，哎，开屁！谁？至少都有抽到比较泛用的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魔法卡，钻孔，战吼的奇岩，这是重要的检索卡，战吼的检索草地卡。哦，有点过，鼻子有点过敏了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干，好像都没有超过三，一次超过三张以上的。有了有了有了，红光层。欸，有了有了哦，哇，钻卡欸。这是什么？超级量子红尾狮。高抗焰波。那最多都两张，这是哦，都没有三张的。好，再抽两次就好。到现在才说到化石融合哦，靠北嘞！那没有化石融合不用玩啦。有了有了，哎，奇迹的穿凿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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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哎呀，别闹了啦！靠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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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我、哦、这次感觉不好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，真的没有一次抽过超过三张的哎。太扯了、啊！再来，再来！有了！哦，美侏儒。这运气不是很好哎、欸，好，哎，啊，又默默的按了一次，笑死，这是这么恐怖、啊，好了，我这一次抽完就停手了，红光层。有有，哎、欸，林剑侠，好，就先这样吧。这再抽下去，真的是会失去理智。哎，我想再抽一次哦。好，最后一次，再抽一次就好。干！干！来了来了嘛！哎，灵剑侠两张。
来了来了，靠北哦，好，最后一次就好，真的最后一次就好。有了有了有了嘛！哎呦，风化战士三张，笑死！可以玩化石了，但是那个钻孔好像只有一张。哎，这只暗黑招神。好，就到这里了。好，整体来讲应该是蛮惨的，笑死。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哇，这个没有半招欸。我可以无视条件召唤，竟然没有。哎，虽小。好。啊，应该都满了啦。啊跟 N 都满了，欸，没有欸，这张没满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啦，来，我要来去吃拉面了。